这两个圆球是单独购买缝合上去的。这种帽子可以把脖子还有耳朵蒙起来，这个尺寸是3至5岁小孩。弹力是比较大的，都是下枕编织。这个位置可以调整，用的材料是棉线双股，一共4团，1团50克、200克，10号和9号的针，起112针，起针数是4的倍数，在针上绕10下。这是10针、20针。有线团的这一面握着，这一面撑开，起针不会绕的，看我怎么绕就行了。这些针数把它绕在3根针上，一根针放38针左右，完了以后重新取一根针，把针放在这儿，直接这里绕上来。起好112针以后，开始圈织，这条线要把它弄平，然后翻过来，在第一针卡上记号扣，织2下针，把线绕上来，织2上针，一直这样重复。第一行完成后，第二行照着原来的织，开始是2下针，辫子花样织下针。有一条横杠的织上针，在换针时织完2针后，可以往另外这根针上多织2针或者1针过来，这样的话每次换针的位置没有痕迹，然后再把这根针拿来接着织。最后的这个位置用一个记号扣卡在这儿，然后再往这边多织2针过来，就这样织，一共织9厘米的高度。这里织了9厘米的高度，最后一行织到织行卡这个标记的时候就可以。只要量一下有9厘米就行了，不用去数多少行。接着可以换9号的针。我们要把2面对齐缝合，记号扣的这一针
针同时织。我们之前挑起的这一针这样翻过来，这里是下针，但是看这边是上针。第二针是这里的第二针上针，挑起。然后这两针下针又对着这里的两针上针。按照这个方法，一圈把它挑起来。全部合并以后，从开始的位置挑32针。这32针固定在一根线上，剩下的部分全部织下针，一共织28行。这一行织好后翻过来，还是接着织下针，就是这样一直重复织28行。像这样凸起的线头有14组，就是28行。织好了28行，分成3份，两边是26针，中间是28针，现在是在正面，没有并针痕迹的是正面，反面是有一条这样的梗。然后开始紧针，先从这个位置一直织到这个记号扣的位置。记号扣前面一针和后面一针紧针，左边的紧针从中间入针，从中间穿入这两针。然后把记号扣卡在这个位置，接着转过来。第一针以上针的方式滑下来不织，把线绕到前面，后面的织下针。一直织到这个记号扣的位置。把线绕上来，这一针和这一针以上针的方式合并，接着转过来。我们并针以后，这里有一个辫子，就不用再卡记号扣，这一针滑下来，剩下的织下针。又到了这一头，上一次紧针的这一针有一个辫子，还是两针从中间入针，接着翻过来，第一针滑下，织下针。这边同样是把线绕上来，这一针和这一针同时织，就这样正反面紧针，紧至两边还余下6针位置停下，
这里仅针织两头，还余六针时，还是从这边织到这边，后面的一次需要仅两针。这条辫子里面还剩两针时，这两针一起织。接着辫子和这边的两针一起织，翻面。这些还是正常织下针。反面这两针按照正常的仅一针，接着翻过来，把这一针挑过来，这两针仅一针，这边还是辫子的前面。这一针，这边还是一样的，反面仅一针。回到正面再仅一针，就这样把边缘的针仅完。仅针完成后，这个位置还剩17针。这里仅针完成后是在反面，从这边织到这个位置，把这些位置挑起，挑凸起的位置，这边挑起了14针，这些位置把之前穿起来的挑起，这一针镂空比较大，往边上挑一针。同时织，全部织下针，把另外一侧也挑起来。开始位置做标记，后面圈织，一下针一上针，一共织7行。接着来看，这里一共是有76针。把它分在两根针上，这边对齐的是这里的辫子，第二针和第三针对下来的这条辫子，这边也相同。这一侧对齐的是紧针的这两条线，旁边的这一针。接着我们要开始加针，加针全部织。一行下针，一行上针，除了加针的这一针，一直都是织下针。这个位置留在最后来加，因为第一针是在这里，我们先从这里织到这个位置，全部织下针。织到这一针，从这里挑起来，加一针，然后把这一针织过来。从这根线挑起，再织一针，从侧边入针，后面的3个点也是这样加针。第二行织一行上针，除了加针的4个点的这4针下针。
这一针织下针，这一行不加针，其他的都是织上针。第三行织下针，这一行要开始加针。还是这针的左右加针和之前是一样的，织好后挑起这根线加一针，这边还是挑起这根线，如果这根线比较松可以从侧边加针，比较紧就直接加一针就行。四个点都是这样加针，隔一行加一次，一行下针，一行上针。这个高度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调整。我这个是有11厘米。这个高度一共是28行，接着开始收针。织两针，套收一针。用钩针收会更快一些，收到这一条金的地方在这里，先勾过来，然后勾三个辫子针，穿入这两条线，勾一个长针，未完成针。好，五针勾好后一次勾出，勾好后回到底部，挑起根部的一条线勾出，后面的正常收针。勾到最后一针，留一段线，从这边穿过第一个辫子，拉过来，再从这个辫子这里穿过去，把线拉过来。拉紧后，在背面把线头藏起来。接着开始做这里的带子，双股线在手上，在手上绕23下。勾好后把线拖出来，在这里打个结。再打一个结。固定好以后，从领的中间这个位置，这样穿过去，隔一针，穿一针。把背面也是这样一直穿到这一头，这里完成后，绒球是在这个位置，从这里，这是第一次紧针紧挨的这条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就在第六个这个位置来缝，
如果是买的这种球，这里有勾，直接从这个位置把它勾出来，勾好以后在这一面固定住就行。